OK， 欢迎我频道 Spatry。那今天呢，要玩警察模组，好不好？那以前我玩的什么警察模组啊什么的，都是假的。OK，这次是真的。OK，真真实实。我昨天装了快1个小时的模组，警察模组。OK，你看右上角的那个导演模式不见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已经在这个警察局这边了，所以我现在就直接上班喽，耶嘿！来哦，等一下，哦，有了。我昨天一装，马上开，马上用，完全没有什么迟钝什么的，一下子就一进去就可以用。你看，右下角就有一个，好，好，Go on duty，好，LSPDFR，好，Police Locker，我得怎么是这个，SPD，然后这个，臂章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哎，这个转方向，哎。哦，这个也不错呢。不过今天要当警察嘛，所以就穿这样就好。好，然后 advance 什么？看一下哦，他说 service 啊，看一下，nice closing。越来越夸张，对吧？我那些烂装备，看是没有。哎呦，有手套，那些哇哩哇哩的。好，不管他，就这样吧。然后 OK 就直接开始工作，然后就直接去车库，然后就直接选车。好，这个这边的话，我就把还是把灯放上去，放这个好，这个比较帅。然后用 Apply All，它就可以帮你的车子全部升级。OK，然后就直接开始喽，耶、yeah！真正的警察模组就直接开始了，OK。好，那现在我就在停车场。哦，有了，你看，然后左下角就会说你现在在正在上班。好，现在就直接去那个吧，巡逻，看会不会有什么案件发生。啊，假如太久的话，我就直接用请求那个案件。哦，火车呢？你看 GTA 的，它的火车都很短。等一下我看一下声音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看 GTA 的火车都那么短，真实世界超长，好不好？还没绿灯，我这边先冲。然后这边有一些 Police Radio，然后等一下我就直接从这边拿了。Request call 哦，有了，这次我没用。OK，有抢劫案，赶快赶过去。那等一下需要叫个支援哦，因为他那边会抢劫嘛，毕竟抢劫他们都会带手枪，所以就一定要那个叫个支援。好，先把警铃关起来。那警铃关起来就是按 J，车不要在那边打。好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叫个支援。车快出来，快点快出来！里面有人吗？没有，就他一个。你这个跑跑，电击枪，电击枪，快点快点快点！In the deal，到底电不电得到？快点！啊，电到电到，nice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抢劫犯，叫你抢劫啊！不要动！不要骂脏话，OK？你趴下，我赶快趴。
趴下，趴下。好，逮捕。哎呦，错解。OK，Nice。好，就直接把他抓回去吧。好，抓在车上。你看，还要走几路的，真正是哦。哎、欸，啊，那个大妈怎么倒在地板？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再叫那个救护单位。哎、欸，那个 F， 这特警队的，你们是不是把那个你们车撞到我车上？还是没有？哦，没有，吓死了！这角度我以为很像。你哎、欸，你们门都不关，我帮你关一下。嘿嘿，让这个人关，吓死。好，到里面比较安全。在这边。OK， 先把它放旁边一点，不然等一下会感应到。OK， 然后呢，我看一下，这样，要 load 一下。OK， 有。哒哒，好。好。这样，然后他就自己进去了。OK。还会配乐哦。我操！自己配乐。我操！好，那就直接回警局吧。好，拜拜。警局咧，看一下就在哦后面，睡。不行，违规，要遵守这个。好车，有车你太慢过，直接过了。OK。哎呦哎呦！你看到直接撞下去，笑死。这种案件的危险点呢，就是在于它这个就是，这是我车吗？是要从这边进去吗？还是哎，那要停哪里？这边。OK， 有了，它就自动感应，然后就直接停进去。好。完成一个任务了，耶、yeah ！好，接下来再看看吧。那这个模组哦，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呢，你假如把那个叫什么，那个 Rage Plugin Hooks， 就是执行那个警察模组的那个叫什么，它的。插件打开的话呢，你就不能往线上，因为它有讲，对，我用给你们看。它，你脚现在在那个，就是你脚已经在警察模组里面的话呢，它这里就会写 LSPDF， 然后往右边转这边，你看 GTA 线上模式，它就说 You cannot play GTA online while Rage Plugin Hooks is enabled， 就是它就是说，你脚把这个 Rage Plugin Hooks 打开的话。它启动的话，你就不能玩线上，就GTA贴线上，对，就这样。来，好。哎呦，还哈哈，还红灯，我就先开了。快点啦！没事。哎、欸，哦，那边有枪店。我问你是。没事，不要。哎呀。好。这车看起来就很可疑啊。嗯啊，车牌，喂，这样才看到，82G1H150，有吗？有，好，是他的车没错 ，OK， 查个车牌就对了，那、啊、停红线的也要查一下。或是假如有什么红点经过我旁边的话，左下角地图就会看得到。到底车上没有按键啊？对，安全。超帅的！以前在线上的时候，不然就是在故事模式的时候，我都会一直被通缉。啊，现在当警察就不会被通缉。
有火车哎、欸，超帅！哎、欸，这红灯、红绿灯未免太久了吧？绿灯，绿灯。哎呦，刚地图闪一下，白色是怎样？哎呦，红点，有红点，是是是，追了，追了，追了。前面那台，前面那台，前面那台，跟上去，跟上去。哦，就是他，追了，追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还撞车哎、欸！水杠水六，笑死！这里哎哎哎，支援你们怎么开反方向哈？来叫哥，这个，好啊！哦，你不要一直撞他，nice！ 哎咪呀吼，没得上，撞，有没有？哎呦，车反而支撑三千了。哦，他也自己撞，开枪好了，打爆轮胎，打不到，哎，哎，打到打到，哎，这样也没死。阿哥哥哥哥有什么呀？哎，是咪呀？叫咩叫？到底要不要停车啊？撞，哎呦呦，哎没，哎没有。好，打爆打爆，好打到打到。撞！你不要一直在那边，到底要不要停呢？哎呦呦呦！下车下车！电击枪电击枪！哎呦哎呦！他撞了！哎呦！哎，迄个判定二十遍，然后扭他。有另外一个按键了，好，接吧。我走走走走走走。我剥的鸡蛋。看看看，怎么那么远哈？好，然后叫个。他刚有没有说那个 shots fire 比较有 shots fire 的？我刚才是叫个人。来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哦，就是这是撞下去就对。哦，再开枪，再开枪，再开枪！哦，再开枪，再开枪。这个空中单位。可以很密啊。哎、欸，给我们就行。击毙，击毙！你看，哎，他打我，他打我，你看。来自打，打必打，撞，好，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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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闪亮枪，闪亮枪。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很好。可以啊，很好。开枪了，开枪了。袭警，袭警。好，全速击毙，全速击毙，哦，打死还是打。哦天啊，干！丢下吗？啊？哦，丢下吗？全速击毙呢？啊 ！OK OK OK。下嘛？叫个。没啦，几点？那个 EMS。你起来呀！你起来，你叫我叫我。我赢了，我赢了。你起来，我去起来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先把道路封闭。等一下。那你要怎样进？买，我查不也米个。OK。还是很多坑鬼门啊，这个道塞。先把道路封闭 ，OK。等那个 EMS， 好来了。我们照个灯。啊，你不看我，真白痴。好好。快点，快点来救人。我看再叫一台好了，不然他们都忙不过。要救人才。我看我就没了。对。没了，可以搞好。没了，没了。哎，可以。哇，要怎么办？好，直接过去好了。哎，怎么都是 pursuing progress？ 都是那个警匪追逐战。啊，走走走走走。这后方没有新交易。我看一下哦。好，在这边。追追追追追。哎，我车灯直接坏掉，是哪招啊？啊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撞下去！哎呦呦呦，这车，这车，这车，哎、欸，哦，一个特技呢，得飞起来。叫哥，啊，面对搞讲，不用怕的哦。我甲问，我讲你自己做，讲是戴师母，这个买上。有两个，有两个，先抓，先抓，先抓一个。啊，一个传，点枪，点枪，传福音的。哎，我没来，他电话在我。哎，快快快快！他无好意啊！哎，他没人爱讲叫，又不爱讲师母，我不爱讲外国话。快快快！
你搞公司母肉包，快了吧？你别爱食，硬浓浓。手枪打，用手枪打。搞讲的呀、啊。点枪，点枪。你讲我就爽。伊万无，伊即马无咧要，伊个事。哎，没听到，不咧。伊讲伊爱食我，伊讲要搞我背，我做好你食。伊爱食我，伊无不搞。快快快，睡睡睡。你点起来？老董，趴下。你个屌！别跑了，不要再跑了。整天就只知道跑，都不知道干嘛。双立，你七点了呢？你可不可以还剩？我明天再来修起来。没有，等。OK。睡。好，抓到一个人，那我先把他放车上。等一下，我就是不是被打了？对，我听，笑死。好。还有车嘞，还有车，在那边。OK。好，抓到，抓到，抓到，另外一个抓到了。哇塞！这是我车吗？我车嘞？我在那边啊。我在另外一边哈。那么远。对，今仔个伊。我不要去。伊出一个同一个。我一直讲，好死。好，睡睡睡。好，车在那边。吹鬼巴都不吹的。这个臭油油啊！庄立明，赶快过去写功课。阿姨都回来了。好，那门先打开。然后呢，也是一样的做法，就把他不管他怎样，反正他就是逃跑嘛，所以我就直接不要自动，我抓不到你，等一下。好。好，放上车吧。你有可能好，地上去了。好，那另外一个他们应该直接送回去警局了。那看一下最近的警局是在好这个，就去这个吧。开警灯好，表示有在执勤。那到时候呢，假如玩得顺的话，我到时候应该还会再就是装一个车的，就美国比较美国味的警察车的模组，它模型。那今天呢，我这个就装了，我昨天装这个模组就将近耗了快一个小时在这边，然后哇，这个超累，好不好？昨天我就在那边反复的研究，反复研究，结果它原来是要放在 program files 的第二。专书啦，利用专书的核件，因为有七千多个监控网站。还有。好。OK， nice。真的。嘿嘿， nice。可以。OK。那这个车呢？直接传送。现在用那么高级啊？等一下，直接传送到 Sandy Church， OK？ Sandy Church 去当 FIP。好，这个你做过。等一下，你就按 F4， 它直接跑出去。Waypoint。按 Tab， 然后再按这个 Enter 就可以了。传送。还有，我在屋顶哈。庄立明，你不要再玩了。然后就直接到，对，他警局里面。哇，以前都进不来，就现在才进。OK， 进去了。OK， 然后现在就在 Sandy Shores 的警局里面了。那。我们要插电，半菜肉，我们一冷包进去。这个比较爽。OK，confirm，然后 police garage 的话就大肠，看一下，把这个。我炒个青菜，等一下，炒大肠啊。LSSD 的话，我就用这个警车，然后用 LSPD 啊，因为它 LSPD 的比较合适。然后用这样。然后 Apply All， 然后
这个的话用接车标，然后 slogan continue OK。我这回成。一次做两个，好。那现在介绍局里里面有什么？你看，然后你假如换工作的话呢，他就会写那个 FIB on duty， 然后对，哎，哦，他这里面长得不一样，哎，等一下，看一下，皇帝很重看一下，为什么这个冷气机在冒烟哈？这个警局是不是应该要整修一下嘞？这个也太老了吧，而且我从来都没发现它这个居然会冒烟，我在第一次闻到。好，那好吧，直接 spawn 那个 re 那个叫什么 dispatch。警察又吃饭了，收对了，还没收对了， okay, 警察肚子饿。Police radio request call， 吃饭了，哦有了 ，approach a what？ 哦不，好随便，哦这个不是。这个是要用那个 police computer， OK， A N T O N I G I， 不懂啊， OK， 那它就显示资料，那按 Q 就是用它的电，那他是男性，1974的4月1号出生，那他的驾照没有，就是没有叫什么？没有过期，那他的会被抓的原因是因为他是被警察通缉的，哦，所以他是通缉犯 ，OK。好，那到他们家的时候嘞，我要先叫个支援，因为怕他有那个叫什么，就是他会有那个，所以我要先叫个 SWAT。好，然后叫个两队的那个 SWAT team。OK， 那车子大家先一直开着。OK， 上。OK。哎呦，怎么 FIB 又卡兵步枪？好，卡兵步枪先拿走。栽了，你是耳聋的。等呢，等呢，还有另外一队还没来，快点。好，来了来了 ，FIB 的来 ，FIB 那个特警队来。哎，我这还有叫另外一个特警队，再叫一个。找到了，就他对吧？不要跑，欸，跑，不要跑，哎，通缉犯也跑得快了吧？妈的，哎，哎，没跌倒。哎呀，不要一直跑了，跑够哎，不要哎，啊，烦死了，到底要不要停呢？哎，不停呢，啊，急逼，烦死了。哎，欸，这个枪有没有问题？电到，要跑了，叫你鬼约鬼波的，哇哩嘞，能追你追超久，好追到，刚已经查到他的资讯，所以就。好，把它，哎呦，把它放路边，然后等一下回去再拿完。OK， 然后 transport。
要什么刀子啊？不要用刀子，警察不用刀子。好，来，你们要去哪？等在这里哦。我的身上都被我打的弹孔，笑死。OK，Thank you， 已经把他带去警局。OK， 那我就把我车，接我就直接把去拿我车，然后就结束这个影片了。哎呀，我不得，哪不得的？这样，好，我爷把我丢那么远，结果我车直接绕在那边。直接给我跑越跑横，那个直接给我跑一个大绕圈，我的车还在吧？记得在这边没错，哦，车还在。OK， 嗯，把灯给关起来。OK， 谢谢你们的帮忙。OK， 就这样吧。哦，这光影做的不错。都做出来，好，去警察局吧，就差不多结束了。哎，哦，对，他已经出去了。OK， 去警察局这边吧，好。然后呢 ？OK， 然后就先那个吧 ，off duty 吧。OK， 噔噔，哎呀 ，OK off duty 就这样，那等下会再 on duty， 等下我回来的时候再录。好，那我下班以后就长这样。下班 off duty 了。那这个车呢，我就停到后面的那个，其实可以停在哪个方向？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了，假新闻频道，还有包电影，拜拜。